接着要进行介绍，我们今天活动最重要就是一定要第一个是 DJ 的角色，yeah。首先第一位 DJ 来自台中 Black Angle Cool DJ 霹雳战。但是很多人看到都觉得不相信。那你是说真的吗？是百分之百是真的。我还真的不知道。对，可能我比较白，他比较黑一点而已。对 ，All right, from KGB Two DJ Galandy。
Yeah， 最近迷上 MPC 的 DJ Double P， 掌声来一点吧。Yeah， DJ Double P。最后一位 DJ， 他敢说一，没有人敢说二，堪称是 Hip Hop DJ 的前辈中的前辈，绝对是没有人敢抵抗他了，好不好？创办了 B Square， Make some noise for DJ Chicano。结束之后。